你的理想型女朋友是什么样的？安静的，正经的，严肃的。我觉得你的理想型就是我。实验，27岁，名誉云创 CEO， 还是很优秀的。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郑淑仪，收敛一点。郑淑仪，我不等了。郑淑仪，你少说点。好吧，你说吧，你说你想啥？我想问你，感受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淑仪，到底怎么才能消气？说我，这还不简单，直接点，别怂啊，石总。